京城下雪了，我弟弟。哇，真好看！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啊？我们小区里面小孩发现有一只猫卡在这里了，它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那怎么办？这是我侄女。哦，这各位各朋友，他底下还行，高高低，你上不来，你先过。他腿卡住了，他腿没有卡住。来来来，让我再给哥一个掌声。他的腿好，肯定下来了。他婆婆可以接哈，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哎，哦，下来。下来了，小妈妈，小妈妈，他不愿意和你玩。这谁家的小猫？我的，野外的，应该是。反正不知道是，这是流浪的。流浪猫吗？来，我们小区的小朋友。猴子。叫猴子吗？叫橘子。仙女。啊？我说桃子。桃子。橘子。叫橘子。这里咋了？有爪子，这里它的指甲长了。它这里有个爪子，你要抱回家。啊，它现在冷得浑身发抖，咱们该抱回去吧。嗯。它冷得浑身发抖，它一直在抖。嗯，在抖。一个大胖橘，未来的大胖橘。给我们小橘子，嗯，啊。我给你取出去，还叫好干嗯，好。毛咋拍？嗯，毛啊你毛，吃掉了这个辣的，不是有老叫毛咋拍这个弄了和哥，吃掉了还是辣的，吃掉你哪方不辣的你给他会打吗？到我这我给会弄的，也就哎就到我一接，给我两个一辣一口就行。嗯，好。嗯、来，以后这是你的盆儿。来，给他放开。哦，你还有一个框框，还保护。嗯，这个呀。这猫还乖哦，乖，还聪明。嗯，这是蚕毛上的蚕丝啊。嗯，我哥是一袋的是55，我哥你给我45。嗯，你喜欢你的盆吗？啊，你半天不离开。明天你几点钟可以洗澡？明天个大约个9:30你过来就行。嗯，这猫还乖。嗯。然后还小盆盆吃的那猫盆，逗猫棒。哦，还有这个逗猫棒，我看他喜欢哪个。这个猫本来应该各两，应该各付。嗯。两你把这个，一把这个你。啊哈。我感觉他好像没有太喜欢这个。不是，猫有点害怕，不适应。好吧。看你猫吃没了。我跟哥吃。这太可爱了。现在到小区了。然后，这家伙已经舒服的打起呼噜了，听到没有？打呼噜了。把厕所都弄这里面去了。他会自己上厕所。对呀，你好。你先不要逗他，先不要逗他，看他上厕所，看他会不会上厕所。我不知道。小伙伴们，我今天觉得，有点那种小温暖、小幸福。今天这个小猫啊，它的后面很多小朋友跟我说了，我前前后后我捋清楚的是，这个小猫是有爸爸妈妈的，然后小区里面有一些小孩啊就特别坏，然后就是虐待猫，然后就是打猫，然后导致这个小猫的一家几口走散了，然后剩下这只小猫被就是。那种咱们去救的时候那种状态啊，他到那种状态，然后我侄女给他救回来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，就是说如果发现小孩有这种虐待猫的这种倾向的话，一定要及时的纠正，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可以及时的矫正一些心理，对自己未来比较好。
好的，关注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